以前他们原住民说他们打三枪呢都要砰砰砰三枪才会打死哦。什么意思？听不懂。对啊，为什么人家要帮你买一个？我们今天买好了。他有没有办法转成同一只啊？转到同一只是不是有好运会发生？不会啊，那买这个干嘛呢？哎呦！哎呦呦，差一只！哎呦呦呦，厉害！三星连线，恭喜！不会有好事发生啊，你说的。那我先用可爱帮我找一个。耶！好，那我去。你要下那个姐。好，那我先用可爱帮我去找。为什么连一只羊驼都没有？那里有。那。小心，他们会吐口水哦。好，你找。黑熊是这样叫的吗？黑熊会飘在乌云中。有啦。它会黑熊的。我找一下。爸爸眼睛很深。有啊，在洞里那一只啊。洞里不是有熊掌？你们看到熊掌？它角落在外面，对不对？在那个山洞里面。水獭是不是？小红，来看水獭了。在这里啊，你看它脚在这里啊。啊，它现在在那个啦，生小 baby， 所以把它关起来吧。对啊。你看，它两只脚在这里哦，肚子在这里。有没有？它在生宝宝。他说现在在生宝宝，所以不要打扰他们。宝宝。嗯。你可以打按门铃啊，看他在不在家、啊。你要打扰他的话，叮咚叮咚叮咚。你好了吗，水獭小姐？哦，今晚叫李博言哈，拍谁？一二三耶！水獭小姐好不好玩？好玩。一二三耶 ！OK， 昆虫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我们做什么？就这一只啊，是啊，这是什么枯叶蝶？对啊，长成叶子。我们去找那边，这边有冰冰凉凉，我们进去看看吧。你看这一只，很怕我出不来。头上那一只，这是什么？螳螂，这是什么虫？推大便的，它后面会推一颗大便的那个、哦，知不知道？这边是三枪，三枪，这边可以坐哎，休息一下好了。这里啊，那边一只有没有看到？树下有没有头对我们？然后那只草堆里面那只三枪在吃草啊。哦，看到三枪了。以前他们原住民说他们打三枪呢，都要砰砰砰三枪才会打死哦。什么意思？听不到。因为要三枪打三枪才会死 啊，所以它就叫三枪。你记不记啊？妈妈发现了一个东西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叫蟑螂。是啊，哪里？这是啊，跟一般家里的蟑螂不一样哦。好小。哪里？妈妈研究蟑螂。哪里？蟑螂有两只头。刚才那个叫土蟑。土蟑螂。它跟家里蟑螂长得不太一样。不用放这么大吧。去教育中心也不错啊，可以吹冷气啊。举起来，孔雀。DIY。妹妹，你跟我一起用，走吧。
哦，没有，剪掉了。哇，百万什么？订阅。你想太多了。我也金牛座啊，你跟我姐都没有人问我，你金牛啊？对啊，你几号？我16号。哦，我13。你猜我几号？什么？你这么矮，一定是前面的一号，坐一号的。不是，他比我高。他比你高啊？他21号。真的、哦？对，你来下一比看。我24。是啊。欸、真的嘞，林小林怎么这么矮？我第三，是啊。我是故意朋友，简单快乐，欢迎大小朋友。故意的呀。破掉了，耶！你的恐龙怎么破掉了？没有啊。好像跟明星拍照，还要排队啊。好。那小王你要走了吗？帮我收钱，我先拍照时间。我要收钱10块，拿1张10块。你们请你看到最上面那一张游览车是吗？好啊，好啊，好，开车小心哦。好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请帮忙，企鹅呀。那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还有记得订阅我，还有按下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。